姐姐，我好羡慕星浩运，为什么他可以跟你玩，一起录视频？白蜡怎么总是和这个粉丝一起玩？那还不是因为，可不是因为他送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兔兔女孩新皮肤，真可爱呀！兔子发箍加上高高的马尾辫，还有一个透明小背包。既然不是因为皮肤的话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那还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好姐妹，默契度可是连土豆你都比不上的。将我的好姐妹送我一个皮肤，那我岂不是得礼尚往来？让我看看她的个性搭配里都有些什么皮肤。这么多皮肤，还有坐骑，居然连超级难获得的流云玉兔也有，瞬间不想送了。哎呀，一码归一码，送她个什么好呢？身，这个太贵了。背，这个太丑了。要不就单镜好了。帮她等一下，你看看最佳拍档，她不仅和你是好姐妹，她和别人还是好兄弟，默契度居然比你还高。不送了。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你明明就是吃醋了。我怎么可能吃醋嘛？那你怎么不送人家皮肤呀？谁说我不送？我只是突然改变主意了，我觉得给她送一个定制装扮会更好。是吗？给她送个什么装扮？那就随机筛选呗。我让你和别人是好兄弟，让你和别人是好兄弟，让你和别人是好兄弟。这是什么？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皮肤呀。作为好姐妹，我最懂她了，她就喜欢这样的皮肤。是吗？好啦好啦，不逗你玩了。我们可不是因为皮肤才成为好姐妹的，而是因为这个小粉丝发布的地图都很有趣，她每次都会来找我给她推荐。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也能发现有趣的地图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哟，在旁边写上你们自己的迷你号，说不定我就会加上你们的好友，邀请你们一起来玩耍录制视频啦。那这个皮肤送，让你和别人是好兄弟。